宪哥吼，安尼就诶几下发了看，啊，不是，啊，你嘛介绍几下和国小的嘛？哎，伊用过来赛。其他事都非常忙嘛，国小的代志。哦，无来。对啊。访问到 murmur 也是。蒙德沙雅。他的主持经历五。是五次还是五次？没有五次什么？那没有过啊。对，但是这种最可怕，乱拳那是打死老师傅啊！你要接招啊！那他完全不知道，他第一次主持就主持到他冲出来没有？冲他冲出来！音乐音乐。马妈妈，哎，你好，你爱你，妈妈，爱你爱你，很开心来参加 Alan Show， 哎，好像，哎呦，还蛮像 Alan， 白头发 ，Alan Show， 你好你好你好，哎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因为2019开始，我心情很那个不足，心情不足了，因为过年快到，我儿子又没有娶到老婆，哎呀，又是，那你因为你的经历这么丰富，孩子这么多个，经历这么丰富。介绍几个和国小的嘛，不过结一拜。是啦，介绍袂使，迄用过来使。好诶！好可怜啊，你有朋友啦？朋友朋友，好收紧啦，开始。好好好。啊，请问宪哥，你几岁的？不是，你是要来主持，你不是要来问神的？没啊，来个的玛丽亚。对啊，问你儿子的婚姻。因为哪里个摆？第一次子，哦吼吼，第一次子嘛，是。那你也知道，第一次都是紧张刺激嘛。先讲错，不是，太紧张了。几岁毛长齐了？不是 ，Farmer， 你几岁开始交女朋友？哦，初恋呐，初恋大概16、17那一年。你就来加早秋了。哦，哇，妈妈，你讲回去，没有，你去点头发。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是新行楼新地购，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 puppy love。帕皮勒，小狗的爱，就是两小无猜那种感觉。哦，但不会想到你是公立龙恩纯情派，纯情派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双方面都不会啊，是啊，资讯也比较少。还有问题吗？我第二个问题哈，慢慢来问。马国贤以前是被票选为转台王，你今天是都没得问马国贤的代志。啊，你问我代志啊？你我什么时候要开演唱会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五月份啊。哪一天？你的特别来宾不是我吗？几天？哪一天？几号？5月18号嘛。是哦。有哎。18、18。你讲要请我去，我讲我请你去那是礼貌。场面话，那你记的，我刚刚唔敢袂记，真走心呢。你去高雄，你就六合夜市去走一走就好了。其实想说，宪哥，你安尼就无意思了。无意思。无猜你刚刚阮囝嘞，我是无法度啦，生你生袂过，因为你太红嘞，阮囝无啊，阮那过了一个，带你真红的囝，我就免个半暝啊，即马半暝啊嘞，搁到来走。红孩儿，红孩儿。哎呀，一时啊尔啦，皮肤姐都贵啊，皮肤姐都贵啊，伊是有做转台网，佫找无女朋友啦。是哦，啊，我即摆要好好啊，甲你叫伊来甲你学一下，看会通加赚一寡钱袂，莫我安尼逐工烦恼啦。哦，你看烦恼甲逐规个拢捏捏去啊，你看。哦，无啦，对啊。
哎，你遇到瓶颈了，你要安慰他一波，对不对？气啊！访问到 murmur 也是很害怕，不会啊，你看起来好年轻哦。对了，对对对，补一点，补一点那种，多四十，四十不得了吧？嗯，妈的啦，你那搞亏我，四十年次，你要再去，我都不爱吃饭啊。四十年次了，四十年次有一点，对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。哎呦，哦，你。你刚刚不是讲要搁搁迄落开一个节目是要算命的？两位有办法？把那处理过去。快快，你假装跌倒，快点！安全帽。轩哥，你是不是要吃水果？我不想按到。我们讲水果。有事情还没问完你。轩哥，我先要跟你讲一件事。好好。你赶快吃凤梨。凤梨。凤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2019旺旺来，嗯，我讲苹果，苹果苹果讲苹果，我哩日大家拢平安，哦，还要吃什么？还要吃什么？麦克风要吃麦克风，金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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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招财，小蛋，小蛋，扎秋，甚至我食一项，我家孙大讲有哦，贵贵叫，又食金蕉嘛，这种含义的，都含义含，你食果子。嗯，看好啦，你已经惊济啊，唔免食果子啦，来食金蕉啦，招财啦，招财招财。我今物要来问第三条啊。我是讲敬老尊贤，对啦，嘿，我进来。我今物，哎，小哥，我跳起好不好？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小哥姐，小哥姐，小哥姐，哎，免金蕉啦。送客，别别，谢谢妈妈来。小姐姐，你时间到了，你先跳姐姐，跳姐姐，我跳姐姐哈。